者庄佩仪综合报道。女星 Angelababy 杨颖脸蛋佳，身材好，在娱乐圈地位越爬越高。跟黄晓明结婚后，爱情事业两得意。不过日前爆出杨颖将不再使用 Angelababy 这个颇具代表性的名字了，只因老公希望她低调点。Angelababy 这个名字颇具代表性，但现传将被舍弃。三设自 Angelababy 微博。Angelababy 2015年嫁给黄晓明，年初生下儿子小海绵后，没多做休息，马上埋首事业，除接演许多影视作品，也参加不少综艺节目。不过对于结婚生子，对 Angelababy 而言算是一个新的开始。消息人士透露，他之后只会用杨颖这个名字，舍弃 Angelababy。 而 Angelababy 也表示，黄晓明希望自己能低调点，好好专注在演技上，当一个好演员。